嗨，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剪头发了。自从我剪了这个头发以后，我觉得跟西装啊、什么卫衣啊，就好像更搭配了一点。今天想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我2022年的年度最爱。我是生活在美国的德州，然后我们这儿的气温常年都比较偏高，然后相对于美国其他城市来说的话，我们这里会稍微潮湿一点。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大概是属于一个中性肌，不偏油也不偏干。天气转凉或者空气稍微变干燥一点的话，我的皮肤就会稍微偏干一点，大概就是我现在的这么一个肤质状况，然后偶尔会有一点小敏感，但我不是属于那种超级敏感肌。就按照护肤的顺序来跟大家分享，先从洁面开始说起。那洁面2022年我最喜欢的就是 Used to the People 的这一款，他们家的明星洁面真的很好用，大罐装的，我真的洗了1年了，它还有底下这么一点儿，也挺经用的，洗起来很温和，也不会刺激，就是即使它进到眼睛里也不会很辣眼睛，洗完之后脸也不会紧绷，同时它的清洁度又是很够用的。我有时候只是擦一个防晒，我就会直接用它洗，都洗得很干净。洗完之后，整个肤感我是很喜欢的。这个洁面我觉得也是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就是卸妆油吧，Chanel 的这款卸妆油特别好用。其实今年我换了几款卸妆油试下来，我还是最喜欢 Chanel 这款。我觉得它算是 Chanel 这个护肤线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算是蛮高的。这一瓶下来是40几块钱吧，我记着当时好像我还有一个什么折扣买它就会更划算一点。这一瓶大概是150毫升，也挺耐用的，就是每次也用不了很多，卸全脸也卸得很干净，而且它那个香味我很喜欢，它那个油感是那种很轻薄的油感，不会卸妆的过程中糊得很难受，而且它也很温和，即使卸妆油进到眼睛里也不会糊眼睛，也不会辣眼睛，而且用它洁完面之后的皮肤状况我很喜欢，就是很柔软很透亮，就是洗完之后感觉皮肤很会呼吸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综合评分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好用。卸妆讲完之后，我们就来说爽肤水。爽肤水今年我用到3瓶，我都特别的喜欢。就从清爽的到滋润型的来讲，第一个就是稍微清爽一点，就是法尔曼的这个生命之泉，我偶尔会拿它作为二次清洁，或者是晨间，今天天气比较热，我不想有一个太滋润的爽肤水打底的话，我就会用它稍微偏滋润一点，算是精华水类。我今年喜欢的是这两款，一个就是 Chanel 他们家的这个金砖系列的爽肤水，还有一个是 Fresh 的红茶水，我基本上是用一囤一这样子的速度来用它。它真的是用稍微粘稠一点精华水类别里边，我觉得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清爽的，而且用完以后的那个皮肤状况我很喜欢，它的功效是肉眼可见的，就是用完之后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健康。把它作为整个这个护肤流程的第一步作为打底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有助于后续产品吸收啊基底液的这么一个功效。用它之后我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稳定，皮肤的亮度也是一直保持在一个还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红茶水真的是我很喜欢。就他们家经常官网会搞活动，我觉得会比丝芙兰买下来要划算很多。 Chanel 他们家的这款爽肤水，这款是我今年用下来就是挺让我眼前一亮的一个精华水，它是有一点美白效果的这么一个精华水，我使用它的这个期间我会觉得我的皮肤会变得比较透亮。用它在第一步这个皮肤打底来说的话，我会觉得整个护完肤或者晚上用完它第二天早上看起来我的那个皮肤的明亮度我是很喜欢的，而且也是肉眼可见的，看起来你皮肤就是那种由内而外那种透出来的那种透亮感，所以我觉得很好用，很值得试一下。但是它的这个单价不是很便宜，反正我觉得它跟红茶水下来给我的感觉有点类似，但又有点不一样。怎么说呢，就是红茶水用完之后就感觉是健康的那种透亮光泽，那它用下来呢就会让你感觉皮肤会更通透一点，就是那种对吧，就反正就是挺好用的，你们去试一下。我觉得挺好用的，你看这管就剩这么点了，这瓶我肯定还会再回购的。它就是介于粘稠和清爽中间的那么一个质地，就是微微粘但是粘的又恰到好处的那么一个爽肤水。以精华类今年我唯一喜欢的就是这两款，一个就是丝芙兰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这个维 C 加维 E 的精华，这一瓶我基本上就是只要碰到打折我都会买个3瓶4瓶囤着用，但是它性价比蛮高的。这个我基本上是用在晨间，它的那个质地我也很喜欢，浓稠一点点，但是上脸以后又很好的吸收，就是后续又不会觉得皮肤摸起来很黏黏的感觉。它呢用完之后我会觉得皮肤也是有一种透亮的感觉，但同时它有维 C 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它会在后续上妆，比如说帮助粉底抗氧化的这个功效上有一点点帮助，而且它的滋润效果也达到了我的这个日常需求，让你皮肤会变得更细腻更健康然后更明亮的这么一个精华。这个老生常谈的娇兰精华油
其实以前我对他们家这精华油的，感觉一般。就自从我生完孩子以后，肤质发生了一些些的变化以后，我用它还挺好用的，把它当做一个妆前来用也非常好用，滋润效果可以让后续的底妆非常的服帖。就上完粉底以后，皮肤的质感会很好，而且皮肤那个光泽是由内而外提供的，它算这种油类产品里边比较清爽的。今年其实，在眼部护理上，我没有年度最爱给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眼部产品，其实说实话，我用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产品让我觉得哇，这效果真棒，简直了，就是堪比医美，或者说堪比什么，用完之后我瞬间就能怎么样？没有，也有可能是今年我这特殊情况，我这作息的原因，没有任何眼部产品可以帮助我度过我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时期吧，所以我今年的眼部。很糟糕，黑眼圈、细纹，因为休息不好，眼部的这个皮肤状况是最先一个可以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今年也试着换着用了很多的这个眼部护理产品，不管是精华也罢，还是眼霜也好，都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哇很惊艳，值得让我放到年度爱用里边来说的，都是一般般。就是一般般，在这个类别里边就空缺啊。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用的眼部类产品的话，也欢迎就是种草给我，让我也去买来试试看，可以解决一下我今年这个眼部状况。今年我最喜欢的面霜呢，一定就是资生堂的这个，这面霜叫什么名字？就长得特别像飞碟一样，这瓶子我好喜欢。这管是我今年用掉的第二管了，这瓶我也马上用空了。稍微滋润一点质地面霜里边，相对来说比较会呼吸的，上脸以后呢，你不会觉得脸很闷的感觉，但同时它又达到了滋润面霜比较封闭的这种效果，会让你之前上的比如说精华呀、什么爽肤水呀，感觉牢牢的被封锁在一个保护膜里边，让他们在里边好好的做他们自己的工作。然后用完以后光滑细嫩，因为你知道今年我的这个特殊情况呢，其实我在护肤上需要用到的时间会比较少，就我的这个护肤整个流程就是要快很准，所以我用到的一些产品都是我自己认为比较精准的，而且今年我整个护肤流程都会比较的精简，不会叠加太多的东西在脸上。一是想要让皮肤比较稳定，二是想要节约时间，用完之后比较安心，它可以一瓶达到多瓶效果的这么一个护肤的单品。所以这个面霜它是最百搭，然后也是最安心，然后也是跟你任何不管是精华呀、爽肤水啊，都是配合的比较完美的一个面霜。对，还有两个面霜是比较有功效，一个就是理肤泉的这个 B5 面霜，就是它的修复效果非常的棒。就如果说我脸间敏感、泛红啊之类的东西的话，我就会用它来护肤，或者说把它当做早晚的基础面霜来用，就用它5天到7天的样子，然后你的皮肤就会回到一个很健康、很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用它都是在皮肤出状况的时候用它，还有就是对小朋友也很好用，就是就小朋友有一些口水疹啊、湿疹啊这样子的问题，其实用它也非常的有效。还有一个比较有功效性的就是这个 Bobbi Brown 的橘子面霜，把它当做妆前打底这么来用，用它之后的底妆真的是很完美，妈生好皮的那种效果。用它完之后，我会觉得粉底的氧化速度也会相对来说慢一点。那基本上就是我2022年的护肤最爱。那接下来我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彩妆最爱吧，因为也没有几样，所以我就想说把它们归到这一期视频里边统一给你们讲一下。因为我今年其实化妆的次数很少，尤其是上眼妆，我基本上就是要拍视频啊，或者偶尔跟朋友聚会我才会化一个大全妆。也有几样东西是我今年用下来我觉得很好用的，我2022年最爱用的美瞳，佩戴次数最多的几款。第一个就是这个牌子的，我买了几个颜色我都觉得挺好用的，我今天眼睛上戴的就是这一款，它是一个这种透透的灰色，也不是很夸张，也会比较自然。自从我剪了这个短发以后，我觉得我跟这种灰色的美瞳会更搭配一点。然后这是第二款，这个上次我在化妆视频里边也有跟你们介绍过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很舒服戴起来，然后上眼以后也会很自然，但是一定要配合化妆了，单独戴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这个牌子的也是非常的舒服好戴，而且他们家的几个颜色灰色啊、褐色啊我都入了，我觉得每一个戴上眼睛都很好看。还有一个是我看很多人都有推荐过的这个牌子，这个牌子不管是它的棕色、它的灰色、它的粉色
都好看，它戴起来的直径要比我上述说的这几款要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很夸张，戴起来也很自然很舒服，会显得眼睛很无辜这样子的感觉，偶尔会有一点点滑片的情况，就是戴上它会有点到处跑的这么感觉，但是总体来说也是舒服好戴。今年的粉底我喜欢三款，而且都属于那种持妆类型的粉底液。第一个就是 Chanel 他们家的这个小方瓶粉底液，为什么买两瓶呢？因为他们这个 B10 在我脸上有一点点暗，然后这个 BD01 又在我的脸上会有一点点浅，就是太亮，所以我就买了这两个色号混起来用，混起来的这个颜色就刚好很 match 我的肤色，它隐形毛孔的效果也很好，然后持妆就是10个小时上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脱妆的情况，但唯一诟病的就是它这个色号问题，用它之前还得对那个色号，是有一点点麻烦。今年粉底液的第二名就是迪奥的这款持妆粉底液，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旧款吧，我看他们好像现在出了一个新的包装，然后我买的是这个滋润版本，跟前面 Chanel 那款妆效有一点类似，但是它会稍微感觉光泽更明显一点，但是它的氧化程度要比 Chanel 那款稍微严重一丢丢，就是它大概上妆会暗沉个半个色号到一个色号这样子，是好用的，而且它用完之后皮肤的那个健康感觉和遮瑕效果也是我比较喜欢和满意的，就是用它完之后也不会假面，高级的妆感的那种粉底液，我的最爱 NARS 的这个小方瓶粉底液，就是他们今年新出的，虽然它的包装就有一点点什么，但是它的粉底液真的是好用，每次只用挤一小泵，然后上全脸一整天，不管它的暗沉情况、它的遮瑕度、它的滋润度、它的持妆度，在我这里是满分的一个粉底液，就不管是我的皮肤状况今天怎么样，它都很完美的去中和，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智能的一个粉底液，这款粉底我怎么地都能用掉一多半了，它有可能是我很少数能空瓶的一管粉底液，空瓶之后还会再去回购的一款粉底液，我觉得真的没它不行，除非我今年就比如说2023年能遇到一个更好用的粉底能超过它，但目前我觉得它真的是我众多粉底里边最扛打的一个粉底，就是在遇到它之前前两瓶是我的安全牌，自从遇到它以后它就是我心中的白月光。最喜欢的眼影盘就是 Natasha Denona 的水泥盘，这款水泥盘也不是我所有的颜色我都喜欢，唯一喜欢的两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棕色和这个深棕色，如果这四个颜色出一个单独的盘的话，我肯定会单独买一个，因为其他的颜色我都很少用到，就是如果说你们今年看我哪一个视频里边你们觉得啊我的眼妆很好看，都是来自于它，消肿搭配我说的这些灰色的美瞳真的好看，就是往年呢我就很喜欢什么红红橘橘的颜色，但今年我就只喜欢这种大地色，很安全的这种基础水泥色。然后就是我眼妆其他的东西，一个就是眼线，爱杜莎的这个眼线笔，他们这个眼线笔有好多个颜色，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一个颜色04号色，我觉得它用作下眼线是非常的自然，看起来不会很突兀，就完全跟你这种灰灰褐褐的眼影会融合得很好。然后就是我的睫毛根根分明，然后又有浓密度又有纤长度的睫毛膏，今年我用到了这两款，是爱杜莎的他们这个黑色款的睫毛打理膏，坚挺的效果是也会有一些些纤长的帮助，睫毛膏叫 Uni，我买的这个是纤长款，就是它这个睫毛膏的头很细，然后呢刚好是可以刷出那种根根分明，但你如果想要浓密效果的话，你就在睫毛根部多刷一下，它会让你的根部变得相对来说浓密一点，就让你更好的放大的效果，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反正这个睫毛膏我非常推荐，而且它不容易晕染，可以维持一整天的这个卷翘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口红，三个口红是我今年用下来最喜欢的，而且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口红我一定会抓起这三支其中一个用的，第一支就是我现在嘴上的这支植村秀的丝绒光泽质感吧 BR793， 它就是有点棕棕橘橘的这种颜色，而且它上嘴也比较舒服，嘴唇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存在感， CT 的这个塑料感非常重的这个口红，这个包装虽然真的非常的一般，但是它颜色真的很好看，就是 Passion Case， 最主要的就是它那个玻璃妆感那个唇感是我很喜欢，就这种固体的那种唇釉感觉。单价比较稍微合适一点的一个口红就是丝芙兰他们家自己的这个银管口红，然后色号是 L36， 跟我嘴上的这个颜色有一点点类似，它也就是那种棕红调，哎呀，跟我嘴上这个真的很像，它的红调其实会更重一点，你看它也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光泽感的唇膏，我比对一下这个 Passion Kiss 感觉更棕调会更重一点，你看这三个颜色真的好像，植村秀放在旁边吧，你看。
发这一支就是稍微偏红一点点，然后中间这个 Passion Kiss 就是 CT 的这个感觉棕调会更重一点，稍微有一点点紫在里边。植村秀的就感觉是棕调红调稍微比较平衡的这么一个颜色。完了，以上的就是我2022年度最爱，也好久没有拍这种跟护肤彩妆有关的东西了，我希望我上述说的还比较清楚，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都可以留言问我，我看到以后也会给大家一一回复的。那就这样吧，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